这话应该也算快啊，目前0083感觉差不多，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真是，我想已经满了，150。俺はハレンチな男かもしれない。あ、便当。因为这一轮我要拿 EVA 的隐藏要素，所以集结注定要死。然后呢，刚刚那个下路也是注定要过。对，像这边其实应该是我记得现在剧情的没错，只是可能不同主角，因为这边他们就在说会刚死感应到说第六文明的位置，所以我记忆应该是没有错。
马看起来有点气，好不习惯。他应该说另一个版本的嘛，我知道你说那个版本的嘛，就是比较新的，对不对？他线条很多啊，世界之后之热嘛，他的线条很多，然后而且各个很粗犷，再来就是说他很少笑，然后很少那种就是表情是平和的，整个就是凶巴巴的，所以非常不习惯。我也比那模样的话，我也蛮喜欢新版，但是我比较喜欢旧版的神谷明吧。他这个龙马的配音啊，还有一史他们的配音好像都是神谷。看一下这边，78，101，101，141。149，好，搞定。那接下来就是暗符了。理查杰哥艾利蒙德一，16，36，55，74，132，好像他们120可以下去，反正慢慢打吧。辅助辅助是现在40，我稍微控制一下，150，101，121，阿姆尔要多打一打。我没想到阿姆尔集萃数这次这么少，以前玩的时候他集萃数超多，就现在是希尔集萃数超多的。啊，看一下。真是103，已经151了，超过了，超过，真是可以不用，让阿姆多出来一下。这次就有13趟，杰多，冰龙炎龙百事全套，不如就是。看一下敌人有谁哦，39号，他怎么突然跑不出来了？敌方阵营第三回合，有现在有三台20000多的，然后好像又有黑色那一台，我去，后面都是8900。大家没问题，这次还算简单。第四回合开始，真盖特跟银殿。等等，阿姆在哪边？哦，大姆人应该在这，应该在这边。然后这个麦克，那真是就往后啦。真是很看，你看莉莉刚弹又在打，走，莉莉刚弹在这，这里有点晃。没人很纳闷说为什么那个龙马要操控盖特龙不操控真盖特，既然这样都无所谓的话，下次是不是直接操控那个盖特一号就行，大家也不会觉得有奇怪的样子。八回合内击退其他人，再击退加布尔战。哦，又是这一个，麻烦死
游戏可以发两发。雨滴，雨滴。对对对，拿那个欧系的。嗯，等一下，我不是按加速了吗？等一下，移动力十格啊！一二三四五六，怎么这么少？等一下，当语言呀，没有问题，为什么？又不是幻哨，按到低速，按到低速就会变这么低。等一下，我的天，那我开混乱开假的。陨石就算也才这边啊，其他地方应该要看一下，一二三四六颗，四个，一二三四六减四颗，这边减两颗，奇怪了。算了，硬冲吧，大家都开加速到底。我也打万兆，这一刻早要忘记换了，又是空中霸王。那就给莉莉吧，气力给莉莉。你就给我待在原地吧，就去那边找死的嘛。我反而对方移动力应该……哦，原来如此。这个空域里的岩石正在生长，是矿物生命体，吸收机体的能量。哦，原来如此，难怪移动力降这么低。他们也是，哇，这样能压回合吗？我感觉应该压不了。
自由活出这个翻译再吃混乱吧。先让阿姆转，是啊，差一点，这阿姆有吃到。刚好又有猫跑进去眼睛，刚刚就有点冷。他怎么打那个？怎么不打阿姆啊？还可以开集中，啊，总算打了。好像第四回合跟载客就会出现，然后拿大奖。我记得海缪是有那个妹子炮。又在吃补给，
哎，没有 ，Mate 在这代抱怨，我记得是一条直线。X 里面的 High Mew 它好像就好蛮多的，记得好像是第一格，然后中间凸起来，然后后面再一条线。算了，继续哦，决定，来吧。你们赢不了索罗船，索罗船会把你们全部玩死。对啊，把他的内部太多了，管一电炮跟一电剑就很难，然后还有这个塞莱纳的，然后莉莉钢弹的莱丁达很多的。开魂剑还这样伤害哦。觉得应该打死。嘟嘟，剑被气死。我是觉得三星应该打不赢，二三四，哎，不用了，已经不需要那个了，需要欧西，连大部分都打完。对不起，我搞错了，这个还是需要欧西。他的欧西太慢了，
为我突然觉得好像某方面来讲，他虽然他有5000亿欧系的一到八公尺力，而且气力需求100，但是他这个5300欧系气力需求130，为什么差这么多？而且这种是没有气势的，只有气力。换那个阿西啊，对，好像用不到3800。克里阿姆只打2-3台而已，又来一台，还来哦！不要一直对我同伴放啊！有谁被打中？而且重点是必中攻击。还好还好还好，就两个人在一起。ここで落とす。盖特龙不能再进行战斗了，是不是在这边之后盖特龙就爆掉了？而且把那真盖特开到那个龙马面前的、啊，应该是五丈，对，五丈开过来的。然后这边一定又在讲其他带，因为其他带的时候龙他都开了真盖特，好像从第三次开始好像就有加入真盖特，来第四次，然后 F 嘛，然后还有其他一些掌机好像都有加入，甚至坎佩德三跟好像坎佩德二也真盖特人气还蛮高的，可惜神谷明好像不太，应该说不太，新版的世界最后之日人气现在更高，所以现在都加入那个新的真盖特，因为我蛮喜欢神谷明这个配音，然后还有十万波也配都假了，因为十万波也配都假了，它是有一点点混音感觉，感觉还蛮好。末世路是什么？末世路没有什么，从头到尾就连最后打的领地，他也只是为了要对抗末世路，然后吸收所有的力量。可能万代当初是想说，把最后一处，就是把他所有的故事做统计，然后才会加入什么末世路。应该是第四次开始有的，刚刚五章应该就在讲第四次激战，然后激战 F 跟其他战。
龙马其实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早期的激战剧本来就很少，而且有一点低。但是激战 F 我感觉就是原监察官，然后钢弹系列敌人，然后还有机电跟那个什么重战机吗？好像就这几个主要敌人，其他就没有，来摸鱼而已。然后，应该是从那个新超级机器人大战开始，剧情才开始增量。到阿法一的时候，剧情量非常多，非常大。阿法二跟阿法三，甚至阿法三剧情量也算多。变成蜂窝，然后罗塔说啊，不小心手滑了一下，按到开枪，哎呀！所以德克就没有加入了，四条线，气魄起，老乱，奇怪，莫耶拉好像没有老乱。其实这样没什么带队剧情，对，很少，基本上就敌人出来，然后打个几下，然后就 OK 了。对哦，可以放 map 了啊？不是，红色那一台才可以放 map， 这个不行，记错。我去。不用开铁链，敌人没多少。哎呀，这九十七千一，约死，需要一半四，伤害突然变高。可是他这招其实消耗很凶。盖特龙比较推，也算是比较情有可原。我觉得盖特光速比较不用气势了，就不拘必死。没死啊你这。什么你要来打主舰？最强战舰是索船的。啊，要不行了，要不行了，我觉得另外一台也会来打一滴。哟，卡西亚真的很呛。不行，一定要防御，不防御感觉会被打死。因为后面还有一台战舰，哦，那台战舰不用远攻哎。很呛呢，等下女主角也上去轰一发。给力力啊，给力力！给他给力力，让他们过来。
还有大天使号 128，第三声，气力还是100，赞。那就在这边。灭无极，不，奇迹，虽然我觉得过去应该会被揍个半死，还是开一下铁皮好了，然后来个你怎么没把他打死呢，你这家伙还满着满着满着，至少不会像那激战一样满了之后，偶尔再增加一阶段，就会自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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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想到，为什么扎克斯在这边变这么弱了？有点神奇。扎克斯之前有这么弱吗？还是这太硬的啊？装甲也才1800，我气力150，我靠！其实我打其他的时候好像也可以150。还是战舰，你说体型压制吗？啊，总算有期待了，真是太感性了，总算有期待了。等他们自己来吧。明明我记得阿法外传跟阿法一套有魅族，然后到这边就没了。最近还没有任何的加速。一套补给，我都记得说基本上僚机全部啊，都还蛮有用的，就少部分有三四台它。除了应援以外，没什么其他用。噔噔噔噔噔噔，还真打盖特，那我开的铁臂是开假的吗？一直在前面，你们不打，跑去打别的。他这不是特地分开的，看一下哦，3535，哎，刚刚好，在这边，加速，哎，嘟嘟好呢，137，再帮你唱一下，在9点，啊！糟了，不小心忘记没放那个觉醒。让我去你！还来呀？这次还被打中，原来直接加速了。放敌人也没有效。这边移动一追到就他了，先存档，先存档，不要像刚刚一样要抢炮。去的，只能放热血，9800应该 OK 啊。热血十个，
Canon。一起必杀，一起必杀。我去。恭喜啊，阿姆罗上去了，没想说这一次把他们直接搞定。不用加速铁力，我们就全部打战舰了。打三人的话是6000多，我这个没有死啊！学长，还冲你路！千六，啊，换万丈。万丈的好优点就是它，这也不算优点。我记得好像以前玩哪一代的时候，它120就可以发动大绝杀，还能爆你。那我觉得那个杰多应该要逆上黄泉，是啊，这个不能先打他，刚才想到不能先打他，刚才想到啊，我的天哪，逼中了。就是让你被揍啊，你这
候其实还蛮痛的，好像超过一定的伤害，其实他的防御就不至于到太有用了。暴起一万，喂。全歼其他巴夫个人小队后，再集中加固战。来吧，喂，那明日相待。真是用决心。明日相格斗好像比较高，八九，哎，两个一样高。我也很久没看他了。死不了人了。先存档一下，我担心没达到，达到手链。哦，成功！那几台不是没赚到吗？再一次，再一次。好歹打个一两台吧。哎，打到哎，打到怎么办？还有没有全息卡枪？来听这边，得了吧，来听这边根本赶不上。那段先一定要试试看，再一会儿就忘。对，就这样，就这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看到我手机这边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耳朵是不是又断掉了？刚刚断去了。
那考试呢？不行。五级，好多好厉害的技能啊！四九的，试一试，继续给他哦。他这边五万吧，那我们简单，那么爱打一遍，我们就跟他这样打。应该不会死。现在一定这么强，啊，被反击了，撑住撑住撑住，你闪啊，かわせたか，油断するな，次が来るぞ，我就是想要看他被揍。やってみる、いけるか、いいわね。全ミサイル発射。4600。上面是不是还有一对？啊，没关系，上面一对就算了。等等，我看一下下的话是不是需要很长啊？很短的话就还行，因为我记得下的话应该是就是勇者王的路线，到那个索路十三游星族那边的星球，然后勇者王被干掉。好像有说，这边的领地是真领地嘛，然后另一边也是对位的存在，地球守护神。那这样好像说另外一个地下是 OK 的，啪啪啪啪啪啪。バフクランなのよ、バフクランの疑似ザラルよ、しっかりにすればいいのよ。どうしたっていうの？この人自分から言ったじゃないの。私たちと一番戦った人よ、一番強敵だった人よ。なのにおめおめと生き恥をさらして敵に許してくれってくる
ハレンチな男なのよ。死刑にして当然でしょう。何と言われても構わん。イデの力が現れ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ことか、それを見たい。死んじゃえ、あんたなんか自分で死んじゃえ。笑ってくれて構わん。イデが現れるまでは生き延びさせてくれ。諸君らは私にとってそういう敵だったのだ。良き力によってイデは現れる、そう伝説にはあった。しかし私たちのあなたへの憎しみはどうなる。憎しみも悲しみも晴らせぬ我々はあなたと同じに苦しく惨めでもある。すまないが、今の私は償う術を知らないのだ。有些的话，你应该知道穿进就好了。不是，我忘记我原作《勇者王》好像也是有宇宙手术，是为什么宇宙手术？不是，等一下再看吧。没有，肚子有点饿啦。我打算再打一会儿，然后，我可能先这样吧。爱入只有应援，可是我又想要看他45的还没跑出一个精神，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什么用处，因为我有点忘掉。冰龙很好用，龙德我记得他好像有，炎龙有激励，冰龙有补给。你等一下，其实现在想一想看一下都还不错耶。把它输一出，然后把这边的艾露换过来。
哎，不对，等一下是在空中站。一定不能到这边。空中的这边换一下，换一个。就都在空中，然后这边几个多不这一件事，伊甸它是在空中的。好像已经有150台了，算一下，79、18、68、71、79，刚好150台 ，OK 了 OK 了，所以这个乌西亚可以换下来，然后这边特洛瓦过去。觉得有点奇怪，他的回避跟命中都比较低，然后他不他的回避比较低，然后有击中，他回避比较高，然后却没击中。我看一下 GP02，这有一个 GP02可以让谁去穿？阿戴尔穿的好，这更出去啊，有点完美了。不过重点是我精神还没有去仔细推敲。有些人他就没加速，像莱丁这一队就没有加速，
后巴令这队现在回雷塔 GP 影山这边就不行，我肚子饿了，我先准备吃的吧，等等我决定再来打一波，那就先稍等一会咯。